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, according to our law, they will cancel their passport.卢冠聪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，其恶劣行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，严重损害香港根本利益，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。东方卫视记者提问，那么我们关注到，在近日日本学者枫叶成叶奈须，我想重申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。